是人工智能开发的额度以及强大的业务力支撑不上的国家大万亿级。这么来说呢，要从这两点让我们伟大的国家强大的军队力量向前，让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土成为国家和军队的象征。80年代中期，随着世界航空技术的飞速发展，世界一些著名的表演队相继改装了新型超音速战斗机，遨游世界的美国雷鸟换成了 F-16， 横跨欧亚大陆的前苏联勇士改装了苏-27。1993年，一批造型新颖、性能优异的歼七与运型战斗机飞抵巴黎表演队中心。中国空军八一飞行表演队改装超音速战斗机后的第一次飞行表演开始了。六名身着新式飞行表演服的飞行员，迈着整齐的步伐，精神饱满地走进表演场。这些中国勇士们驾驶着红白相间的歼七与飞行战机，自一线之间射线满天，伴随着巨大的轰鸣，六架战机以司机在前、双机在后的队形编队起飞，逐渐加速，扶摇直上。六架战机带着整齐的编队，欢呼头顶上向目标。这些飞行员们在以自己独特的方式向观众致意。空中编队的距离越来越小，飞机与飞机之间比相对五米，高度差只有一米，而时速则高达850公里。飞行员们既要保持严格的距离，又要防止进入前期的空中。这种高速运动中的密集编队，在世界飞行表演领域被称为“火影编队”。这是飞行表演中最华美的地方，是飞行员们力量、勇气、智慧、